音乐老师，老师请了54088，我唱我插播一首，你是在靠腰。阮中正放假区，你自疫情到即阵，你有在阮中正放假区的百姓发言无？有哦，无嘛？无在我咧听你骗笑的嘛？你家人吐槽尔嘛？你选举一届来几摆？你这疫情你够来烦人搞关心？会长，按大家一路啦。我想今天这是啥？是妈妈桑是不是？霸场说明会有正大品呛说被政治耽误的歌手应该回去唱歌啦。当时卫福部次长防疫万华是破口，那林场所不但没有为万华人辩护啊，还站在民意的对立面，结果他还不道歉了，在政论节目上啊称说哈、哦、霸场的团体是境外的势力又来了。境外的势力又来了，那跟三 Q 哥是一样。三 Q 哥那时候也说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好，中国的势力哦，中国大陆的势力哦。那所以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，我不是很同意。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，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。例如说一开始他刚刚柯文哲已经那个点已经被点到了，哎、欸，公差小，也不是要在这边哈、哦、发脾气或是什么，但是这个、欸、那柯文哲准备要唱歌，那柯文哲想说啊，那下一首歌换我了，下一首那个嗨宝龙，他点的嗨宝龙要来了，所以麦克风准备要拿起来的时候，对我们在地来讲，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，我来礼物呀，礼物呀，礼物呀，拍谁啊？我插播一首哈、哦，54088，来那个、哦、音乐老师请。那54088，我唱我插播一首，你是在靠腰。阮中正放假区，你自疫情到即阵，你有替阮中正放假区的百姓发言无？有哦，无嘛？无在我咧听你骗笑的嘛？你家人吐槽尔嘛？你选举一届来几摆？你这疫情你够来烦人搞关心？会长，按大家一路啦。我想今天这是啥？是妈妈桑是不是？这是谁啊？妈妈桑，妈妈桑是谁？这个是农委会陈吉仲嘛？妈妈桑，妈妈桑，酒店有人在闹事，妈妈桑赶快出来！哎，干嘛啦？喝酒啦，开心啦，出来唱歌就开心啦。妈妈桑又出来没好啊？张亚中也现身挺说，我们要把林场所霸下来了。万华人不是没有给林场所机会，让我们万华人被人家认为是疫情破口的元凶。当我看到林场所委员他面对这个罢免案，他出来希望大家投下不同意罢免票的时候，他身边竟然站的人是范云。范云大家也知道吗？就3+11的破口就是他啊，所以意思说不是范云的问题，是你们万华的问题吗？范云站在他旁边说不要罢免我、欸，他是5月份大破口三级警戒，都不是3+11的原因了，都是万华的原因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万华的你还要给一下林场所机会吗？然后林场所怎么办？赶快跑去街头哈、哦、取温暖，然后、哦、不要罢免我，是一个很好的哦，哦服务的很好了，赶快跟那些、哦、婆婆妈妈握手啊！结果呢？房子你都不来啊？你点爱来啊？怎么？哎呦！开3次会你都没来，不被人家呛说开3次会你都没来。林场所是说什么？哎呦，当然会来啊！他以为他在帮他选，说要投下不同意票，人家不是，我们那是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你都不来。开跟我们市民有关的新的那个会议你都不来，开3次都不来，被人家呛了，马上又跑走。